那么下面咱继续啊，刚刚呢，咱们这个把之前咱们这个多进程的这个版本啊，服务器拿过来，而且呢，咱们是不是给它改成了是不是这个用面向对象方式来实现了嘛？所以说呢，为了更通俗易懂的知道这个文件夹干了件什么事情，现在呢，我把这个文件夹呢重命名一下，然后呢叫做01啊01，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啊面向对象啊。好了，现在呢，它的这个可读性就更高了啊，多进程了，而且是面向对象了 Web 服务器。那么这个咱们刚刚已经实现完了之后，接下来大家干什么了，同学们？我要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来，请问咱们到现在为止，咱们写的这个程序大体上是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同学们，看那个图，看那个图，干了一件什么事情？浏览器发过来请求，咱们刚刚写的是不是就是一个 HTTP 服务器了吧？HTTP 服务器请求到之后，根据你请求的是 index 的 HTML 还是什么什么的 HTML， 我接下来到我的资源存储的地方去找，硬盘也行，是吧？各种其他的存储介质也行，我到里边找，找到了呢，就是 open 打得开呢，就是找到了，找到了我就把东西读出来，我接下来再给你，请问接下来你是不是就显示了吧？而且我在给他的时候，不能直接把这个文件的数据读出来立马给他，是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先发给他一个 header。然后我控行之后，我是不是又发上了这个文件的数据？是不是接下来浏览器是不是还会真正解析了吗？那其实这就是 HTTP 协议。那么 HTTP 协议咱们原来说过了，像这种东西，浏览器啊发给你服务器的时候，就相当于发的是这坨，对吧，同学们 ？Get 什么什么什么 ，host connect 有这么多这么多。那么这个啊，我原来说过，这个其实就是你浏览器的一个版本啊，浏览器的版本就在这个地方进行标记了。那么咱们将来给它回能数据，给它回过去一个这样的一个头。控行之后写上信息，请问接下来这个浏览器是不是就显示海陆了吧？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个流程啊，咱们刚刚实现了它。同学们，这我慢慢的我就产生了个问题，我刚刚给大家写的这个程序呢，其实只做到了一件事情，你问他要的是 index 的 HTML， 他从硬盘上把它读取出来，把它返回给浏览器，请问是不是这么个流程？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index HTML 其实是事先写好的，对不对？来，咱们看着 CD 到里边去， CD 到 HTML 里边去，这里边有个 index HTML， index 的 HTML， 同学们，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个 index HTML 是不是早就写好的呀？咱们这个 HTML 的东西呢，咱不用关心是什么，你下个阶段就学这个，就下一个大阶段就学这个东西了啊，这个不是咱们这个阶段考虑的。那么请问，是不是这是一坨东西了吧？这一坨东西里面怎么写，也就意味着将来你这个浏览器显示的是什么。但是我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我做了一个网站，我把所有的这个网页里面显示的内容我都写固定了，那会有什么弊端呢？什么弊端？来，我上一下网，来同学们，我上一下网，咱们看看，你想一下，你先猜猜有什么弊端。如果我是一个新闻性的网站，那么请问，说的直白一点，你是不是还是去请求什么什么什么的 HTML？ 新闻性的网站，你是一天变化一次，还是一个月变化一次，还是一年变化一次？甚至是实时的变化，连一天是不是都太慢啊？如果你是在玩股票那些人，你看这个信息越实时，你这样的个股票你赚的越多，你不可能两天这个消息呢就失效了，没有时效性了。那么这个时候，同学们，也就意味着，当我再去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比方说3w.百度.com， 我去访问它的时候，请问，这个东西你不管怎么说一定是个页面吧，我点个这个，你看我鼠标这个地方不是有个新闻吗，点他们看着，是不是咱们现在请求的是 news.百度.com 了吧？那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就有新闻。那么直白的讲，如果我要是把咱们刚刚看见的这个整个这个页面上的新闻，如果我把它的 HTML 页面的数据然后我放到这个文件里边来，请问我此时用这个浏览器再去刷新，是不是就会看见当前的这个页面的这个内容了吧？但是这么多的一个缺点，大家估计猜也能猜得出来。什么缺点呢？你这个地方你再去刷新的时候 ，Ctrl+S 刷新 ，Ctrl+S 刷新，同学们 ，Ctrl+S 当前我就在刷新。那么是否也意味着，当我刷新的时候，还是请求同一个网址，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应该信息是不是在变化的吧？你像百度这种新闻，对吧？它是实时的，你像国家主席，对吧？去哪儿了？这些信息呢要立马更新，而不是说我打开这个 HTML 页面就更新。那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原来做的这个 Web 服务器，这个 HTTP 的服务器，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情，你问他要什么他去打开什么，他从来没做别的东西，就是打开合起来发过去，打开合起来发过去，
合上一个头，请问是不是发给浏览器，浏览器显示了吧？你所请求的所有的东西，实际上此时是静态资源。什么东西叫静态？不变的，几乎是不变的。比如一个 HTML 页面写完之后，我告诉你，改的可能性很小，一般都不改。人家这个是我每次刷新的时候啊，他有可能啊，来换一个，别看空姐了啊啊，我每次在刷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信息是不是在变呀？我请求是同一个，那么人家给咱们的信息不一样。但是如果咱们自己去请求的话，当前咱们这个东西是不是每次返回的数据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吧？记住吗？最后结论就出来了。你刚刚做的这个服务器，你问他要什么，打开给你，他做不到动态效果。什么叫动态的效果呀？我请求的，比如说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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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什么，他能够根据接下来你的程序的处理方案来给我相应的数据。比如说我有一些数据库里边的数据，我去请求浏览器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数据库的数据给我拿出来？请问浏览器的数据，浏览器里边将来显示的数据，是不是就是接下来根据你的请求不一样，是不是接下来返回的数据是不是有可能不一样了吧？那么这个时候同志们，功能就出现了。即咱们原来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只能解析静态的，你问他要什么，他打开就完了。那么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另外一种请求，是我浏览器过来请求了个东西，我请求的是一个变的页面。那么这种时候，你的浏览器，你的这个服务器按照咱们原来的版本它是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实现这个功能。什么叫变了啊？同学们这边来讲，你请求的 index.html 它就不变，它打开这个文件读取出来，给它合上这个 body 和这个 header， 然后给浏览器，浏览器是不是显示了吧？浏览器再去请求另外一个特殊的 URL 的时候，如果一发现是一个动态的，就是有可能数据变化的，那么请问这个变化的我还需要从文件里边把它读取出来吗？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应该去在这个地方呢，我在这个地方应该去重新生成一些数据给它返回过去。打个比方，同学们，我只是打个比方，你现在不是请求的都是 index， 都是请求什么什么的 HTML 吗？我如果给你改一改，我给你打个比方，比方说你请求的是叉叉叉叉叉点 py， 你先别管叉叉叉表示什么意思，但你假如说请求某个请求呗，即浏览器里边将来输的不是 index.html， 而是输的叉叉叉的 py， 让浏览器把这个请求发过来。那么请问，接下来咱们执行特殊的一段 Python 代码，然后自动生成一些数据，把它返回给浏览器。你接下来还是请求这个叉叉叉点 py， 我再重新生成一些另外一些数据，然后再给你返回浏览器。请问浏览器最后的效果是请求的是相同的 URL， 但是得到的是不是不同的响应？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原来的这种方式就叫静态的。我请求一个特殊的你这个地方当做一段 Python 代码去对待，然后用你相应的代码来去实现，给我返回一个动态数据，不就实现了吗？这就是动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同学们，是你会怎么个想法呢？我先把这个东西挪掉，是你会怎么做？那咱们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处理静态啊？那么言为自己再加个动态的情况，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呀？好了，是我第一个版本我也会这么想。 OK， 来，我就带咱们大家呢写第二个版本啊。 CD 看上 copy 01 02，你要仔细听啊，今天的连贯性呢还是比较强的。02干点什么事情呢？这个多一个叫做 web 服务器解析啊， web 服务器里集成了解析动态请求的功能。就是我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呢，我宁愿长一些啊，它不让复制加什么杠 R。 好了，朋友们，有了 CD 到02里边去干什么事情呢？你不是说你这个服务器你只能执行静态的吗？那动态的，来，什么叫动态呢？同学们，设想一个场景，是否也就是说，我应该是根据浏览器的请求不一样，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不一样了吧？那么浏览器的请求最终是否就对应到了 file name 这个位置？你浏览器里边，注意看，同学们，你浏览器里边，你这个地方写的是 index.html， 请问最终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找到了这个 html？如果你请求的时候是没有写任何的这个名字，即你请求的时候什么也没写，将来咱们是不是只输到这个斜杠？是不是我最终是不是也给你整成了这个 index.html 了吧？不管怎么说，在打开原来的静态资源之前，是先得到了那个文件名，就相当于先得到了你请求的那个名。
叉叉叉点 HTML， 请问是不是欠着的这个名？咱们把所有的 HTML 以及什么 PNG 呀、CSS 呀这些东西都认为是静态的。一个网站的组成 HTML、CSS 叫层叠样式表，还有个东西呢叫 GS， 用这三个东西来实现一个网站，实现一个页面。CSS 来让你的页面漂亮 ，GS 让你的界面具有功能。比如说，你点这个按钮干什么？你点那个按钮干什么？那这就是功能。即前端有三大技术来实现。HTML 这是用来搭建前端将来什么标签呀 ，H1 标签、H2 标签这个东西 ，HTML 来搭建 ，CSS 来让它漂亮 ，GS 来让它具有功能。听得清楚我的意思了吗？基本上前端就这三种技术，把这三种技术掌握了，前端就会了。即你手机里边看到的页面都是这个东西来做的。你所听过的那个 H5 听过吧？啊，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来做的，就是这个东西来更新的而已。那么同学们，也就是说，像 HTML、PNG。以及什么什么各种图片，以及 CSS、GS， 这都属于静态的呀。我接下来怎么模拟一个动态的呢？我写个 PY， 这是个动态的了吧？那么为什么我写 PY 呢？不写别的呢？同学们，一般是这种经验，我只是给你打比方。如果你的网站的后台是 Java 做的，一般呢最后呢就是 GSP； 如果你的网站的后台是 PHP 做的，就是 PHP。听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那么既然他们都是这么做，那咱可以自己模拟一个办法啊。我用 Python 写的，那当然可以写 PY 了，完全可以吗？ PHP、Java 以及 Python 是当今用来开发网站的三种最流行的语言，没有其他的了。那最最流行的是谁呢？ Java 和 PHP。 Python 呢现在开始流行啊，说不定很多网站呢也会慢慢的去变了这个功能，因为变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它可以干什么呢？无缝兼容接下来你的数据的分析以及爬虫以及大数据能力。如果你是 PHP 做的，那就完了。PHP 呢就只能做网站，听懂我意思？ PHP 什么语言只能做网站，别的干不了。 Python 既可以做网站，又可以搞人工智能，又可以搞数据爬虫，是不是可以搞很多？所以说一个网站要是用 Python 写的，它可以无缝兼容的其他的功能，但是 PHP 就搞不了啊，除非是实行其他的什么缓存呀，那些什么 Redis 那些东西才能实现。简而言之一句话，请求的只要是点 PY， 我此时我就把它认为是动态，可不可以啊？我就假设嘛，你管得着我？我就假设以动个结尾的，我就认为是动态也行，你不能说什么都行，我自己规定就行了。那么 PY 动态的，来看着是否也意味着你浏览器里边只要出现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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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PY， 是否也就说明了咱们在执行这个东西之前，哎，这个 file name 的名字是不是就变成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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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PY， 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了呢？咱要区分，因为原来的这个功能是仅仅是完成一个静态的资源的给它回应，你要的是 HTML 我打开，你要的是图片我打开，我给你回过去，请问是它吗？这个地方咱又干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判断一下你的结尾，即你刚刚解析出来的文件名的结尾是 PY 还是不是 PY， 是 PY 就认为是动态的，不是 PY 请问是不是就处理这一套东西啊？这事就解了。看着 if 怎么判断 file name 这个字符串的结尾是点 PY， 正德没学过这个吗？ end with 是不是判断以什么什么什么结尾？ start with 是不是判断以什么什么什么开头？那么只要你以点 py 结尾，请问这是不是就判断是不是动态的请求？那么我前面加上个 not， 这意味着什么啊？没有 not， 请问没有 not 你能理解吗？没有 not 就是如果这个名是一点 py 结尾了，那么前面我加上个 note， 就是如果不是点 py 结尾的，前面是不是它呀？在这个地方写功能，加上个注释 2.1， 如果啊，如果请求的资源啊不是以点 py 结尾，那么就认为是静态资源。什么叫静态资源？ HTML、 CSS、 GS 以及 PNG 以及 GPG等，这些都是静态资源。这么说能理解了吧？都是静态资源。那么既然我前面写上了一个 if 判断，请问同学们是否应该是把这坨进去，是不是让它进去了吧？这是静态资源的时候。那么同学们 else 意味着什么？一定要对齐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对齐啊，这个地方对齐。那么 else 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呗，对吧？如果哎，如果是以点 py 结尾，那么就认为是
动态资源的请求。好了 ，fill name 里边有可能是不是存储了进动态资源请求了吧？这个地方空了好几个行，把它删掉啊。一般空一个行啊。好了，那同学们在这个地方咱们应该干什么呢？你看我，让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干件什么事情？首先我得有个 header 吧。首先我得有个 header， 这个 header 等于谁啊？同学们还有印象吗？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直接可以了吧？来 ，h 啊啊 ，http， 然后斜杠 1.1， 然后200 ，OK， 然后是、啊、反斜杠 r 反斜杠 n， 是不是这才表示换行了吧？那么 header 有了，还得要加上一个东西，它要加上等于、啊、反斜杠 r 反斜杠 n， 前面是不是那个换行啊？接下来的东西是不是咱们来个 body 啊？来个 body， 如果它啊 body 怎么写？是这么写吗？越看越不像哈。来，同学们，这个地方如果返回个哈哈哈哈，那么我先写个英文的啊，一会儿我再给你写中文的。那么请问 response 是不是咱们就可以认为是 header 加上 body？ 那么接下来咱给对方回应怎么回啊？啊，这个地方 yy 是不是接下来通过这个 new socket 只要给他回过去，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好了 ，header body 都有了，过去这个地方啊，发送。response 啊，就是发送 response 就响应 response 给浏览器。好了，这个是头，这个是 body， 把头和尾接起来，接下来发过去之后，请问同学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接下来 close？ 是不是按理说是不是就结尾了吧？就结束了。好了，咱们就先试验一下当前能不能行啊 ？response 看写没写错啊 ？response 好了，没写错。保存，同学们看好 ，Python 3 web 走起。接下来回个头去，咱们先试一下原来的这个静态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看，是不是原来这个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啊？来，再把它改了，随便写，当当当当当当点 py， 是出来了吧？那有人说东哥，你这刷新也不变哦，你怎么体现出动态了？这体现不出来，看这，想体现出动态怎么做呀？来，我给你简单写个东西，你就瞬间就懂了。我 import 一个 time 模块，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我再去组织这个 body 的时候，我这个地方呢写上一个百分 s， 然后啊，这个百分 s 中间没有空格啊，然后呢，我在这个地方写上一个 time 点 c time。time 模块里边有个哥们叫 c time， 那 c time 打印的是什么？请问这里边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什么了吧？说的直白点，浏览器里边看的那个结果是不是就是这个 c time 显示的东西啊？来看啊。走起，接下来回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什么在变？是不是时间在变？20什么的17年2点啊？这个我的无版图服务器的时间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是几点？2点多少分？这个地方就显示多少分？看，没错吧？大家看那个秒，30了，31了，32了，是不是那个秒是不是在走啊？同学们，什么叫动态？什么叫静态？现在有体会了吗？什么叫动态？你请求的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页面，在硬盘上存储的，这就叫静态资源。你请求的是一个根据业务需求在数据变化的一个请求，请问这是不是叫动态请求了吧？听懂了吗？但是这出现一个小问题，同学们要明白点，现在已经实现动态了，无非这个界面比较 low 而已，反正已经实现了，你管它呢，反正已经实现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接下来想让这个动态页面显示的效果比较漂亮，你会朝着哪个方向去走呢？同学们，是否意味着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在于你只要保证这个 body 的数据在变化，那么请问将来咱这个页面看到的数据是不是就在变化了吧？是不是这个核心道理啊？那么这种时候就有个问题，注意听，当前整个程序是什么？是不是一个 TCP 的一个 Web 服务器啊？是不是它能够解析出 HTTP 的请求，回应 HTTP 的应答，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 HTTP 的服务器吧？说的直白一点，同伴，你刚刚让它能够解析出动态的资源来，而且给它返回了动态的数据，是在服务器 HTTP 服务器里边写的。那么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HTTP 服务器的功能和你接下来要给它页面回应的这个处理是不是揉到了一起啊？那么言外之意就是
这是 HTTP 服务讲，你在里边去写上将来怎么给用户返回请求。举例的，用户请求的是 login 的 py 你怎么办，用户请求的是 resist 的 py 怎么办，用户请求的是 index 的 py 你怎么办，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写很多很多很多的处理过程了吧，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将来用户请求的有可能就不叫叉叉叉的 py 了呀， index 的 py， login 登录的 py， resist 注册的 py， 退出 exit 的 py， 可以吧，有这么点 py， 你这个地方的代码不就很多吗？最终我想要告诉你一点是什么，切记这个思想重要，如果你想在这里边加功能，我直白的说啊，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么做是在玩火。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一个功能，一个大功能的程序里边，你实现了两个事情，一个 HTTP 服务器，一个是不是将来你是不是完成数据处理的整个逻辑过程是不是都在里边去了吧，这是不合理的方案。那么什么叫合理的方案呢？同学们看着，咱们刚刚是不是在这里边实现了动态字眼的请处理了吧，应该怎么做？应该这么做，重新写一个 PY 程序，然后让你的 HTTP 服务器呢去调它。请问这是不是一种解耦的体现？没错吧？那么这么做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HTTP 服务器你就是只干它请求的事情就行了，它只负责你接下来整个页面的逻辑过程。当我这个哥们写好的时候，请问朋友们，这个单独在更新是不是它就不变？当它不变的时候，如果它想升级升级，是不是我只要给它是不是就可以了吧？这就是解耦。如果你把这个功能和这个功能合到一起，你牵一发动全身，你该给这那个地方不行，你该给那那不行。所以说朋友们，你没发现一个特点，如果接下来咱们能够实现 HTTP 服务器只做 HTTP 服务器功能，这一坨代码只做将来你的像什么 login 啊、登录啊、注册呀、以及显示呀、以及查询呀，它处理逻辑过程，请问是不是将来是不是就是一种结果体现了吗？即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不要把静态的请求和动态的请求都放在这里边去处理，那就完了。那么让它干什么事情呢？请求过来之后，它判断如果是静态的，来下去搅噻；如果是动态的，你去调一个 PI 文件去。这个 PI 文件里边爱怎么处理，请问是不是你就不用关心了吗？你是不是就只负责调呀？他给我回的东西，我接下来把它组装起来，我再给他回过去，请问是不是就完成了一种这个浏览器的显示，就是一个网站的一个显示，而且是不是已经解耦了呀？听得清楚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一种更好的方案，听得清楚了？好了，那么这个东西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主角，也就是说你刚刚写的程序根本就不合格，要解耦才能这么做。这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点，同学们，那么咱们稍作休息啊，过来的时候呢，我就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这个东西啊。